线上亲爱的玩家朋友们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上古世纪的环节。豆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的舞台上可以说是群星璀璨，嗯，而且呢，在我们的现场，我们上古世纪的代言人 SNH48 也即将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我觉得刚才应该是台下有看到了他们的粉丝，是不是？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吗 ？S48 粉丝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哦，好多好多！他们很可爱，他们会有自己很多应援的手势，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。是吗？对，因为他们这种应援手势会给他们很强大的力量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出大家心目当中的女神 SNH48 来到我们今天上古世纪的舞台，有请！掌声和尖叫在哪里？哇！是这样排的吗？小敏，昨天有四位来到舞台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语无伦次。对，此时此刻我已经惊呆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。好的，我们看到 SNH48 的呢成员已经来到舞台之上，那首先可以一一给大家打个招呼吗？有请。我们从这边开始好吧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孔孝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戴萌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莫涵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赵月。喂喂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曾艳芬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毛毛李雨琦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张宇哥。